据说黄河很坚硬。传说中的游戏要从娃娃抓起。屁屁熊大概是我认识的朋友里边玩家属性最高的了，在他的地下室呢，专门设计成了一个 games room， 就是游戏室。我们去看看。欢迎来到侏罗纪公园。我在这儿呢架了一个三脚架，因为待会我会取几个这个游戏室的背景，跟他来做今天的访谈。来了，开始了。屁屁熊，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他的这个玩家室，请屁屁熊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大家好，我是屁屁熊啊，然后。这个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游戏房，主要是我自己还有孩子玩游戏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些游戏收藏。非常欢迎有藏老师过来到这里面来，指导给这个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开心开心，更重要的是不光咱俩，观众还可以了解到屁屁熊的游戏的氛围是怎么样。你是在地下室搭建这个游戏？地下室，对呀、啊、对呀、啊嗯、对。然后这个屋子就是我觉得就比较适合我了，比较适合我，然后。空间啊还有大小啊都比较适合。对，其实比较难得的是得到家人的支持，这个最难、我们进到里边看看去啊，先请屁屁熊带我们参观一下。现在是进到屁屁熊的这个游戏室的一个部分啊、一开始呢这边有很多 PS4 的 Xbox 的 Nintendo Switch 的和其他的各种主机的游戏，我请屁屁熊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边你主要陈列一些放一些什么东西？就主要都是游戏，上面这些可能是一些主流主机 PS4 Xbox One Nintendo Switch， 然后这是 PS3 和360、然后这里面是 PS2， PS2 现在是我现在主要收集的一个机种的一个游戏。是下面还有一些卡带，这边有 Nintendo Switch， 然后这不特别，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玩家的收藏的玩法，Life is Strange PS4 的游戏，但是没拆封啊，所以我不认为一个玩家有必要去拆封和玩每一个游戏，但是很多游戏有它的价值，所以它收藏下来。我知道屁屁熊是这个系列的脑残粉。这个是 Pokemon 嘛，要现在国内的译名叫做精灵宝可梦。这个游戏不但是因为我个人喜欢，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啦，它一直我就开始玩，然后现在 GB 年的吗？对呀、对呀 ，GB 的时候，GB、GBA， 然后 DS 一直在玩，然后现在肯定现在我长大了，然后我的儿子也很大了，所以他也在玩这个游戏。对，但是我其实我也觉得挺喜欢看到这种就是我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它一直传承下来，然后现在的新一代的这个玩家。他们也同样也在玩这个，就是当年我玩过游戏，我们可以交流啊。这边呢，下边有摆了很多主机 ，GBA、GBM、GB， 这 GBC 对 ，Pokemon 的 GB Color， 这个我也买过，我的第一台从日本过来的 GBA， 还有 GBASP 对吧？对，这边主要就是现在我正在收的一些比较古老的游戏了。比如说抽几个介绍一下。对，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 Oh my， 国内我们叫做 FC 嘛，然后但是在美版这边叫做 NES， 就是当大金刚啊，超级马里奥啊，然后当然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初代的塞尔达传说，包括还有可能国内一些玩家比较熟悉的Metroid，忍者龙剑传，哇 ，ACT 的骨灰级游戏，对，然后恶魔城一代 ，ACT 的也是脑残级的游戏，对对对，还有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叫做刺杀希特勒，对对，生化尖兵，对对对对，中文叫刺杀希特勒，对，没错，现在就是在慢慢正在收这种香说拳的这种游戏，当然其实很多都其实很多都挺贵的，不是很好买，上面有最近的情怀系列，NES。日版的 Famicom 和美版的 NES，对，然后就是这个是 Jump 漫画50周年的一个黄金版的一个 Famicom 啊，对，然后的话，这边是美版的 SNES 日版的超人，这里还有香说拳的美版的 NES， 对，这是真家伙。比较难得的是里面的出版的这个什么
塑料泡沫啊，说明书啊，哦，什么都在这一套的。多少年了？所以三十年，三十年了，对对对，三十年了。1984年还是85年？当年出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当年如果有 YouTube 开箱的话，也就开这个东西了。对对，甚至其实比较可惜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因为我们刚刚过完西方的这个圣诞节嘛，然后，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圣诞节早的清晨起来，然后小孩子在拆礼品，然后从这个圣诞树下拿来一个啊 Nintendo Switch 或者一个什么 PS4， 然后很快就把箱子扔了。但是我相信三十年之前的小孩子也是得到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很多人很少有把这个箱子留下来，很可能就是过完 Christmas Boxing Day 的时候就扔到垃圾桶外面了。所以收藏的话，箱收权也非常重要啊。没错没错。之前呢，我已经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介绍过皮皮熊的这个游戏史了。今天我还带着很多我的朋友圈的期待来找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有一个身份，既是玩家，当然你比我高级很多，又是爸爸，两个孩子的爸爸。对对，爸爸这个身份更重要。我们家是一个闺女，一个儿子。你们家是？我们家也是一个闺女，一个儿子。你是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对，但是我儿子就是一个闺女。对对对对对，儿子更大一点。对，我的朋友圈为什么带着期望呢？我的朋友圈很多的朋友问，怎么一个问题，他们很关心，怎么去平衡或者说处理家里边孩子打游戏的问题。先来问问皮皮熊在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方式跟原则。很难处理了，其实因为你也觉得很难处理。对，因为这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的家长来说，就是说对于电子游戏，家长本身对于电子游戏来说没有那么热爱，或者说家里没有那么多游戏机，都是很难处理的一个话题，更不用说在我家到处都是这种，所以很难让孩子就是完全不接触的，或者说你很难真正的去怎样所谓的管制啊、限制的啊。对，所以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引导。我先问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还是小孩的时候，你的家里边对你的游戏的态度是什么？我还算比较幸运，就是我父母当时对我还是比较开明的。OK， 对，因为我父亲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这种，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数码爱好者。对，我父亲从小喜欢搞这种索尼啊、日立啊这种小这种半导体收音机啊，或照相机类似这种，所以对于电子产品他是很感兴趣的。哎，然后他当时拿到了这个游戏机以后，他也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在将来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一种主流的一种娱乐，包括就是家庭电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哎，所以就是其实也并没有真正把它看作所谓的洪水猛兽啊，并没有。对对对，毒品更不是了。对，当然就是从本质上它还是游戏，是玩乐的这种娱乐的东西。所以呢，小孩子更重要的还是要放在学业，包括就是小孩子这个个人性格成长，还有对他的社交这些部分。所以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基本上，包括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给我做的就是，玩游戏肯定首先严格限制时间。我不知道游桑老师会不会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每周固定的那么有一天这个 video game day 这样的，对吧？我们是每周五下课之后，对，下课之后可能会有1到2小时时间这样。啊，这个是就是时间是固定下来的。然后还有就一些随机的时间，比如说周六有的时候我也想玩，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加入进来。哦，还有的爸爸。对，我跟我爸爸小时候就是这样。对对对。哦，这个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条件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我父亲带着我一起打一局敲冰砖呀、魂斗罗呀一些这样的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找对爸爸支持玩游戏的，这孩子可能就容易多了。就是聊到这个话题，然后那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怕做这些视频说别人说啊你这没有说服力，因为你自己太多游戏了，有没有给家里边并不是我们这种老玩家的家长一点建议？我待会可以给一点，就是怎么样去沟通这个家长跟小孩的游戏的这个问题的处理。你有建议给大家吗？我个人没有这种建议，因为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我没有说服力嘛，我又不是，就是我不是这种，就是你不在他那个立场，不是他那个范围内，所以我说出来的话可能没有说服力。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包括一些同事啊，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很喜欢游戏或者很懂电子游戏这样的，但他们其实也做的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可能正确的认识，就是去自己去研究一下。比如说现在主流的一些所谓的游戏大概是哪些类型。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玩电子游戏这个过程中呢，孩子究竟能不能得到一些
好的东西。嗯，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好的。嗯，比如他在玩的过程中学会英语了 ，OK， 或者说他学到一个历史知识，嗯，对吧？就像我们小时候玩大航和大航海时代，嗯，这之类这样的，这都算是好处。好多人回忆童年都会说，他对世界最开始的了解是从《大航海时代》这个游戏开始的。对呀，对呀，啊，小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去过葡萄牙、去过西班牙、欧洲、美洲，《大航海时代》带着你去了解了那边的风土人情。对，对，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希望我学习《三国演义》的这个知识，对，但是我呢实在是看不下去。我除了看小人书还可以以外，但是全字儿都不行，字儿实在看不下去。但是后来接触到了《三国志》。包括就是后来我们玩赤壁之战这种动作游戏，还有就是再后来像三国群英传啊、英杰传之类的，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慢慢自然而然的其实就了解到很多这些东西，然后其实形成了一些比较碎片的一些，这个时候你再回去看书其实很容易把它看出来。我就是玩完游戏之后回去看书，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更加直接的这么一种方式。嗯，对，这是聊了一下家长朋友特别关心的怎么处理孩子跟游戏的问题。刚才 PPC 有问我们家我对 Yuna 的游戏的政策 policy 是什么，我的 policy 比你的还要胡来引号啊，就是我没有特别严格的几点到几点是游戏时间，但是我信奉一条，因为对我游戏观有一个人的影响特别大，就是郑渊洁。哦，郑渊洁有一个特别偏激的观点啊，我觉得不是很多人都接受。他说，如果小孩喜欢游戏，你就让他玩到吐。你玩到吐，首先第一点，小孩就不会再对游戏有执念跟惦记了，因为你根本不会限制他说你不能玩不能玩。所以郑渊洁做的特别夸张，他直接让孩子从天亮玩到天黑，有那么一两次之后，孩子对游戏彻底没有那一种想念跟惦记了。我对 Yuna 是这样，差不多他如果朋友来了、邻居来了，我会让他玩两个小时以内；他如果自己拿起 Nintendo Switch， 我会让他玩一个小时以内。他只要想玩，我基本上都会在完成作业和其他的前提下，我都会让他玩。对，我们也是，前提首先肯定是完成功课、完成作业，然后每周要固定时间。但是其实还有一点我比较想要重点提出来的一个，其实就是在于分级制度这一方面。哦，对，这个很，因为这个就是可能在国内的不管是电子游戏吧，就是可能从电影或包括电视娱乐节目来讲，大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这个分级制度。对，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就是很多情况出现，比如说小孩子想玩一个游戏，家长不了解给他买来了，然后玩发现这个游戏很暴力或者说很怎么样，完全不适合孩子。嗯，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你这个时候家长反而会怪过去孩去游戏，说这个游戏为说电子游戏为什么他把这某一个游戏可能是就是因为分级完全不适合他的孩子，他把这某一个游戏他给整个划到整个全电子游戏都是有问题的。对，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在比如说电影院里上映一些电影啊，一些影片啊，小孩未必适合看，小孩未必适合看，但是有的时候会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去。对，这一点我是来了这加拿大以后我体会比较深的，特别是后就是比如说我也曾经有带着孩子去电影院，包括我自己去电影院，有的时候有一些上映的一些影片的时候，它是就是 PG 嘛，就是家长随同，家长随对，或者就是完全是 18 plus。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售票员还有检票的这个工作人员，比如说有家长带着孩子进来，他就会跟他就介绍一下，就说这个影片可能不太适合孩子。嗯，如果家长愿意带进去呢 OK。 嗯，但是我们提前要把这个交代到位。嗯，了解。还有一些影片就是比如像 Deadpool 之类的，就是即使家长带着他不是 PG 这个级别，就即使家长带着孩子也不可以。嗯，对，缩口太多了。对，包括就是电子游戏一样，我在游戏店里我见到过就家长带着小孩要买这个 Grand Theft Auto， 就是 GTA， 然后这个小孩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然后店员呢就极力的就是建议反对，就说这个一定不适合他。OK， 家长呢也不是说完全不了解，嗯，家长就是家长不是完全不同意，嗯，他只是不了解。嗯，他说为什么呢？他这是我听说这是游戏是一个很流行的，然后店员把这个理由给家长讲了之后，家长确实不太适合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当然，这个可能就说的更广泛一点，需要从整个行业啊，或者说整个社会啊，环境，甚至再往上这样一个环境来讲，一层一层的下来。同意，我也有两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你对游戏、电影确实不是那么了解，没有时间了解的话，我觉得两个原则：第一，电影看迪士尼的一定没错。
对，游戏玩任天堂的一定没错，没错，因为他们两个都儿童向会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啊，儿童向是他们移植在骨髓里边的，所以迪士尼的电影95%啊带孩子看都没有问题，任天堂的游戏95%，因为任天堂最近也会收纳一些稍微打斗类的、稍微血腥类的少量的游戏。对对对，我也同意刚刚屁屁熊说的，分级制度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举两个例子，我曾经看，有朋友去带孩子在国内的时候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没错没错，那个片子你如果看片名呢，像特别像孩子的片子，看中文译名，但实际上那个片子里边有一些成人隐晦的，甚至是血腥的一些血腥的画面，所以其实并不适合孩子看。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制度。然后第二个例子是说，我在这边有朋友带孩子去看，特别小的孩子去看《侏罗纪世界》，然后呢，那个片子有比较多的恐龙撕咬人的这种画面，记得当年应该 PG 或者是 PG， 个小孩吓得哇哇直哭。PG， 所以我觉得分级制度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确实对游戏跟电影没有那么多选择，那你就留意一下分级的信息，以及给一些简单的原则就可以了。我最近给 Yuna 看过最过分的一个电影是 Yuna， what the movie we watched recently？ 阿夸美。对，我最近带 Yuna 看的最过分的一个片子，可能过分啊的片子就是 Aquaman， 就是海王，那里边有一些打斗了啊，有一些音效之类的，这就算最过分的了。就那是 PG 的啊，那个片子是 PG 的，所以18+你肯定不会带孩子去看，你不会带孩子去看《50度灰》啊，很尴尬，你也尴尬，所以有一些分级的方式吧。但是我其实比较，就是刚才有道老师说到，比如说《侏罗纪公园》，我随手拿来这个，我其实没有任何怎么说呢，就是炫耀的这种成分，因为我真的是每一部电影买回来，每一个游戏买回来，甚至买之前我就会研究清楚。OK， 所以我一定会知道哪些东西适合我的孩子，对，哪一部游戏，哪一个电影，我可以跟他一起，哪个他可以自己玩自己看。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在电影院，我其实真的比较尴尬的看到。就是有藏老师说的那种情形，对，比如说有一年我记得我看这个周星驰这个老师的这个《西游降魔篇》，哦，那个有点吓人，那个就是真的，因为可能家长记起来《西游记》，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吧，老少皆宜的嘛，嗯。但是其实我们那一部电影里呢，不是那么的老少皆宜，大家都明白，大家都看过，嗯，对，然后就看的就真的是有很小很小3-4岁的小孩在电影院被吓得哭，然后家长抱着他出去这种，我觉得可能对于小孩的这种。身心健康也是一种不太好的一种影响。OK， 这个话题比较大，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到时候我也让皮皮熊来针对家长朋友的提问啊，可以在评论上回复。然后我们去看看这边的游戏区都有些什么东西。这边我看有些书籍，然后这边是什么东西？对，这边主要是我自己收藏的一些影片了，一些电影。对，因为最近这几年蓝光的格式已经是开始换代了，已经开始换代了，现在都是这个 4K 的嘛，经典的黑帮片 Goodfellas，都是以 4K 的这种，对，重新又放映，所以同一个影片买了好几遍，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DVD 版，蓝光版，然后 4K 版。我发现一个细节啊，皮皮熊好像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 Cuphead 茶壶盖。T 恤是这个之外呢，我还看到好多茶壶盖的东西。对对对对，比如说上面有一个茶壶盖的马克杯。对，然后他们家我刚进来呢，发现好几个茶壶盖的这个小玩偶。对，特别喜欢是吗？我2017年我个人最喜欢的游戏了吧，应该没有之一。对，这个游戏从最开始发布的时候，我就比较它就比较吸引我，因为它这种独特的这种美术的这种风格。嗯。然后怀旧的风格、然后玩了以后知道很硬核的这种难度 ACT，对，有点结合比如当年的这个洛克人魂斗罗很多这种感觉吧，对对，然后我们继续往那边再看看还有什么离开那块来到这边呢，就有很多的游戏主机，我来叫名字啊，叫错了你纠正我，这是任天堂美版的 NES， 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日版红白机，这是美版，对，然后下边是世嘉的，我们那会儿叫土星，对对吧？没错，这个你得帮我叫了。这是雅达利哦，这是雅达利2600。我的妈呀！我玩过啊，我小学几年级的时候，
我同学家买了一个，现在想起来这屌炸天的事儿。玩的是那个两个撞球那个。胖，这几台都能工作吗？这三台都可以工作，都可以。所有在外面放的都是正常工作的。这个是超任啊，就是 Nintendo NS。SFC。好，然后下边我买过啊，我是在降价前一天买的，所以记得特别深。Dreamcast 世嘉公司出的，下边是初代的 Xbox。这块是什么？这是 N64， 这是一个就是皮卡丘版的老三版，皮卡丘版的一个 N64。啊，对对，这个就是保存的状态比较完好，然后我就这样原封不动的放着。最下边我也是有过啊 ，PS One 的带官方液晶版的一个一体啊。我在上面最爱玩的是《恶魔城月下》。啊，这个是不是你爱的系列？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系列。然后这个是《光环三》的传奇版的一个限定的一个头盔，都我也不知道多少万套，限量了。对，总之我有一个。这边屁屁熊还放了一个现在非常难买到的厚的要死的电视机。是刻意的啊，不想割个普通的液晶，不想割普通的液晶，对，就这个一定是原汁原味的。老的游戏机啊，因为它的显像管嘛，它的显像管，它显像管就，然后它的这个游戏机在制作游戏的时候都是隔行扫描，对，隔行扫描的成像原理。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老的游戏机，特别现在指的话就是 PS2 这一代之前，包括 PS2 这一代，之前所有的这个游戏机呢，都是在这种老的这种 CRT 电视上玩的效果是最好的。对，如果你把这个老的游戏机接到新的液晶电视上，那也能玩，但是就会把它的这个当时的一些画面的和机能的这种弱点给放大，而且感觉上好像总丢了一点什么东西似的。对，总觉得很丢了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些的随机插过来玩一玩，这样的。对，但是现在常玩的是这几个。Cool， 聊聊你开游戏店的经历。我当时开店是也是一种一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当时我申请的是加拿大的这个移民项目，然后需要我去做一个企业，要做一个公司这样。okay。 对对，而且正好我来到了加拿大这边，发现就是在这边的这个中古游戏市场，包括就是电子游戏的这种零售收藏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同时这个跟中国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对对，因为就是我记得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去过一个温哥华的一个复古游戏展嘛。对对对，可以说当时那个规模就算是比较大了，而且那只是在温哥华某一个城市而已。对 对， 对，而且这种复古游戏展在现在整个北美各个地方每年都有，而且有的城市是每年好几次，每周每月甚至都会有人搞这种复古游戏的这种收藏啊、交流啊、包括展示啊等等各种这样的这种活动。对，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电子游戏狂热粉丝嘛，觉得就是不如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结合一下啊，结合一下。对对，我搞一个小商店。对，那来的都是，那我想就没什么太多华人顾客来了，来都是没有，基本当时我店里80%-90%应该都是本地的西人群体。然后我开起来，其实我开之前其实比较忐忑的，因为就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首先第一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第二呢，就是我毕竟是一个外来的一个移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刚来到这么一个国家，对，在人家这里直接开了一个商店，大家会不会接受我呢？会不会来买东西都不知道。对呀，市场会不会怎么样？我记得很有几件事情我是比较深，就首先是买出去第一个游戏，是我记得我把这个。就是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这个店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就有一个父亲推着一个车，推着一个带着一个小孩子就进来，然后跟我转了一圈，打了打招呼，当时心里就在这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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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的。然后呢，我看他果然从架子上拿了一个游戏，拿了游戏是一个 Xbox 360版的一个战地，应该是战地 COD， 对对对 ，Battlefield， 对。然后他就过来，然后就到我这边来，然后就跟我聊聊天，然后跟我讲啊，刚开业啊，怎么样呀、啊？我说对，希望大家支持这样的人。然后他跟我说，我记得很深刻，大概的就是意思就是说keep working and you'll be doing great， 然后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对，然后给我其实也挺激励的，就是属于是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有人在看。我的客户其实更多的还是过来买一些中古的一些。Okay。 对对对，然后我跟他们也交流学习，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有哪些机种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区分，还有就是呢有些游戏不同的版本啊，包括就是同一个游戏
先发售和后发售之类，这种所谓的这种廉价版，对，这样的一些这样的这些知识，对，还有就是哪些游戏会得到大家的欢迎，这样的，加拿大的或者北美的这个游戏的文化的历史和底蕴，真的是有的，对，嗯，因为很多个库。很多的这个我的客人，当时他们过来以后就很明确的就说到啊，这个是我30年前玩的，或者这是我20年前知道，或者说我过去有这个，我过去曾经有这个，怎样怎样。然后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整体来讲不把电子游戏看到怎么说呢，多么特殊，至少是像我开店之前想的那么的特殊，他们看来起来就是一种娱乐的方式一样。你去电子游戏商店跟去电影院。去书店买唱片一样，没有太多差别，没有任何区别，对、嗯、而且带了比如说像圣诞节啊，包括这个感恩节啊之类的，这种他们在买商品的时候，电子游戏一直都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向、哦、一直都是很主流的一个，是一个日常消费品，日常消费品，文化消费品，对对 对，而且就是也有很多这种一直这种啊、就像我们这样一样，嗯，传承下来自己、嗯，因为我们现在差不多这个年龄，很多我的客户当时也跟我差不多，甚至有比我还大的，对，然后比我大有很大多，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都有，对对对，然后就是过去我们怎么玩，现在我儿子也在玩，然后我跟他们一起玩，我过去怎么样把我的一些东西传给他们呀，或者哪些东西我给他呀，这样的也是慢慢大家这样一个交流。其实我的感受就是，更多的是在于电子游戏这种商品对于几代人的这种影响，以及对于当地人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融入，这个是很多东西是我在开店之前没有感受到的，对。所以如果一定要你去比较中国跟加拿大的游戏氛围打10分的话，你给两个地方打多少分？这个其实很难讲，因为现在国内的市场现在慢慢也在打开，只是只能说就是最大的一点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内的玩家的在游戏这个文化上其实是断代的。嗯嗯，怎么讲？其实断代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接触过最初的游戏，最初的比如说是8位机都接触过，16位机呢可能也有人接受过，然后很多玩家直接就跳到了最新的，甚至是 PS3 甚至是 PS4。中间可能就是由于很多原因了，比如说由于我们都知道电子游戏曾经在国内被禁止过，洪水猛兽过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对，毒品过一段时间，对对对对，所以那段时间电子游戏在国内完全是地下市场，完全是就是属于是不可谈的这么一种东西而已。其实我知道有藏老师应该当时参与过2003年第一次行货 PS 主机在国内发售的这个事情，绸缎银啊，对对对对对，当时应该我记得很清楚，有行货主机的消息了，对，要发布，对，当天叫停，然后后来原来说是北京、上海、广州很多城市发售，最后可能只在上海或者广州某一个门店低调的，就是把这个，就这样，就是一件事情。说好了要继续做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从管理的层面会出现一些东西啊，又有不同意见，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又会来回来倒，对对对对对，所以人家已经从 FC 到一代没有断层的，从一个生活必须存在的东西经历了每一代，而我们呢还在为次世代主机而能不能做还在说 yes or no 的话题，所以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啊、没错没错，国内市场现在已经打开了，然后现在应该是正在成长，有很大的潜力，这个大家肯定都看到，市场是最大的吗？不，真的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批人他20年之前3年之前玩过、现在他就能重新捡起来，这个是一定是需要几代人这样一直下来，而且每一代主机这么某一个游戏，你最终幻想一到现在已经第15，对吧？这个中间是很多年很多年这样一直下来的。你如果只要玩过最终幻想一，现在玩最终幻想15，你会觉得它是同一个游戏吗？对吧？拜托说一下，上一期屁屁熊给我展示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对，VB 对对对啊，今天不展示了，今天我去玩一个新鲜一点的东西，但是也很好玩，我们去那边看一下。这是前几天我跟屁屁熊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给家里买了一个新的小玩具，我们来看看这个玩具干嘛的。你做一个，我做一个，这叫 Street Fighter 2街霸2啊，还是 Champion Edition， 卡普空出的一个可以在家里玩的迷你街机，4款，4款，然后有一款是这个太空侵略者，还有一个是
Pac-Man， 还有一个吃豆人，对，还有一个是 Galaga， 就是小蜜蜂，小蜜蜂，大蜜蜂，对的，然后还有一个街霸。啊，我会买街霸这个了。对，我其实都想买。我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把它打开之后，看看画面在那动啊，然后听一听这种音乐啊，出点声啊，找找这种当年街机的这种感觉呀。所以这个游戏应该是最适合的。我觉得在家里边嘈杂的背景下，后边老有啊嘟干啊嘟干，就特别是小时候街机厅的氛围。对。其实屁屁熊的这个游戏史呢，我完全应该花两个小时让他一个一个游戏的介绍一下，那会玩家会看得特别的爽快啊。但是呢，今天好像我没有想这么干，想多聊聊游戏方面的问题。今天还留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想跟屁屁熊讨论，你觉得游戏的魅力是什么？其实从最简单的答案，那就是有趣，就是 it's fun, I like it,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而且如果想问游戏的魅力是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喜欢玩游戏，那不如其实这个话题可以套在任何。钓鱼的魅力是什么？你喜欢电影打高尔夫的魅力是什么？对吧？你喜欢这个 KTV, 你喜欢打麻将的魅力是什么？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说，任何东西可以让你自己觉得有趣，而且你喜欢花时间进去，你这个东西是已经其实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因为现在就是电子游戏相关的任何东西，比如说看游戏新闻啊，看游戏的视频啊，玩游戏啊，买游戏啊，还有跟人聊游戏啊，包括培养孩子怎么样让他正确的认识游戏啊，所有跟相关的事情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但是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一种娱乐活动，然后呢它是有很多益处的。就是说最起码我个人来讲，玩电子游戏给了我一种就是说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或者说重新能够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环节。对，就是说现在如果要是没有电子游戏的在我这个生命中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几乎可以说是跟不没活着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变成行尸走肉变成行尸走肉了。而且别人如果问你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有趣，你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肯定会有你自己的想法，而且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很私密很个人的。屁屁熊给了一个定义啊，就有趣是他喜欢游戏的魅力之所在。对我而言呢，我应该也是从七八岁懂事的时候接触到游戏，这一辈子也跟游戏多多少少有一些关联。我倒是想说这里边，因为我们喜欢游戏的人会有个身份叫玩家。对，我觉得玩家这个身份特别的了不起。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跟屁屁熊，比如说我跟其他这些玩家朋友，我们可能很容易变成很好的朋友，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而是因为我们共同喜欢过一个东西，能够相互之间无形的产生一种关联跟共鸣。同时呢，我们很容易去记住这个世界上很多跟玩家有关系的游戏的口号、游戏的文化。有一个叫做天下玩家是一家，对，这句话特别的温馨，我觉得特别的有力量。就是凭什么天下玩游戏的人会成为一家人？索尼的行货在宣传的一个广告词我也很喜欢，叫做一切为了玩家。对，有一种特别燃的感觉在里。但是我跟你我想到刚才你说的，就是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在这个纽约的这个任天堂世界，Nintendo World, 你也去过吗？去过。Nintendo World 正门进去之后，地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类似于他们的一个 slogan 的这样一个东西，上面写的是 Everyone comes to play, 每人就这样就来玩，很简单。Everyone comes to play, 对，就是就很简单了。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电子游戏的魅力，大家都在玩，大家都在玩。对，他跟我在玩，这帮孩子也在玩。我们把今天视频的最后一分钟呢给小朋友，问问小朋友对他们来说 game 是什么啊，即兴的采访。What does game mean to you? Game means to have fun. Nice. Do you like game? Yes. Why do you like game? I don't know. 漂亮的游戏史，交流了很多游戏的话题。今天的玩家和游戏的话题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Yes. 想离开啊？ I'm tired. 我们打游戏。什么东西？Why you bring it? You told me to. You have fun today? Yeah. A lot of fun. Yeah, goodbye.